者陈慧琳台北报道。五月天主唱阿信和拍过顽固的多支感人 MV 的导演阿木晨一人今天出席千年一问正问故宫大展。之前阿信曾在演唱会上惊问团员会不会想把他换掉，今天被问若真的被五月天淘汰他要做什么，阿信也给了答案。虽然演唱会上的玩笑话，但阿信被问到这淘汰话题还是给了答案。阿信说，如果被五月天淘汰，我要去当阿木导演的助理。虽然是玩笑话，但毕竟陈艺人导演可是帮五月天、蔡依林、苏打绿都拍过好看 MV 的知名导演。阿信和陈艺人都谈到曾想改编郑问的漫画，所以五年前拍过影片去找郑问有过一面之缘。阿信也感伤说，郑问大师获释后，师母曾邀他去家中近距离看郑问的漫画作品。阿信觉得郑问漫画能在故宫展出很厉害，至于玛莎是否已升格当爸爸，对于这问题阿信笑说，我会请他亲自出面说明。阿信又和陈艺人一起为郑问故宫展拍宣传影片，相信一路提供阿信今出席郑问漫画故宫展记者会。记者陈慧玲社，阿信又开玩笑，如果被五月天淘汰，他要当陈艺人导演助理。记者陈慧玲社。